这节课我们讲解前场任意球和角球。那么在我们足球比赛当中，任意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。我们统计的话啊，有1/3的进球是通过这个任意球进门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任意球，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教学环境当中，这个定位球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啊战术，我们今天来把它演示一遍。这个任意球的话呢，可以说我们在前场的话啊，那么什么情况下，大家想一想，能够在我们自己控制这种情况下来发起进攻，大家想一想，那么只有任意球。我们可以怎么样把任意球预演在场外预演，然后移植到我们比赛当中，这就是任意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前场任意球包括角球，对我们今后啊在比赛当中啊如何发挥这一优势非常重要啊。下面是前场任意球在罚球弧顶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进攻和防守怎么做啊。先谈防守，第一个人啊，大哥守门员到门柱看一看球和怎么样一条直线，他要超出一个人来看一看，回头，哎，动作快点，对，好，其他人其他的防守队员要跟着啊，要靠拢，哎，要靠拢，两边的防守队员要看住啊，你们两侧的进攻队员要站内线啊，放外线，站内线放外线 ，OK。那么进攻队员可以通过一次性啊直接的射门，也可以通过配合来射门。下面啊，我们先做一下直接射门的。进攻队员一定要怎么样，球出去以后注意补门啊，守门员选择位置要看到球的移动啊，要把你的门兼顾好，清楚没有？然后防守队员你们啊不要这么死站着，可以学会保护自己啊，一个手挡住自己的要害部位啊，也可以怎么样，这样挡也可以，两种方式啊，一种怎么样护着啊要害，头低着看着球打到你的脸啊，不能打到脸，哎，看着球也可以怎么样看着球，一个手护着，一个手护下面也可以啊。好，这个距离不够，再往后退点，你看才退的时候，对，一定要怎么样跟着他走啊，跟着他走，好， OK， 把动作做出来。好，两个进攻队员啊，先直接的任意球啊，好，开始啊，守门员 ，OK， 好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不错。记者啊，如果说守门员接球，你们刚才有一个啊问题，你们人墙完了以后要马上怎么样，去保护守门员，去看球啊，清楚没有？好，下面啊，下面我们是有一个配合射门啊，配合射门，刚才说好了吗？哎，他扯出来以后球传给他啊，哎，你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，有一个进攻队员在你的身后啊，人墙打完了以后你该怎么做，对对对，要看着啊，他怎么样离开要跟着他一点，我刚才说了啊。好，我们做一次配合的啊，好，开始，OK， 好的，好，进攻防守我们演示了一遍啊，好，先回来，这次啊
他们两个也可能是配合，也可能是直接射门，啊，防守队员注意力集中啊，好，来，拉开点。进攻队员，你们两个进攻队员啊，要包抄，要怎么样去抢那个守门员挡出来的球啊？好，开始，守门员，好，来，抛出来，哎，怎么做？赶快压出来，赶快压出来，哎，OK，好，OK 啊，不错，下面啊。是罚球区侧面的一个任意球。首先，球在这个地方，防守队员人墙，第一个人，守门员，看一看，守门员往哪边走？多出一个人，哎，一条直线多出一个人。OK，好，可能还要推一点啊，然后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对。好，这时候又变了，赶紧再看一看，赶紧再看一看，把角度，哎，好，防守队员，守门员，你的位置要看到球的移动啊，整个球门你要控制住啊，进攻的这个区域，进攻队员点球点附近由你负责啊，这个点由你来控制，远点。啊，由前锋你来控制啊，球门区这个区域啊，由你来控制，外围的罚球弧往里面进，这个点由你来控制，前锋啊，你的远侧的啊，球门区那个区域是你控制的，下面我们啊。有一个直接的，有一个配合的，还有一个传中的，三个我们演示一下。好，注意啊，注意，球起来以后要往门里边进去啊，抢第二点啊，抢守门员扑出来的球。OK，开始。OK，好的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？往里边进去啊啊，动起来啊！然后你们人墙完了以后反过去啊，啊，要看着球啊，不要站着不动了啊。好，第二个练习配合的啊，配合射门的。那么可能进攻队员把球传到前面，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射门？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力要集中啊，注意力要集中啊。好，开始。好球！你看，后卫要盯人啊，后卫要盯人啊。第三个球啊，你们再往后退一点，哎，你再往前面一点，前锋再往前靠一点。头球啊，再往前一点，你们再往前一点，哎，好，第三次啊。球传到啊，球门区附近，前锋跟上，顶球啊，争取把球打进去啊。守门员接住以后啊，守门员接住以后，大家怎么样？后卫特别是后卫，要快速啊，快速进行反击啊，要注意压出来啊，动作要快一点。好，来。还是怎么样？球一出来，包门，然后守门员接住以后快速反击啊，把球到我这来啊，好，开始，接住球，好，来，哎，压出来，哎，好，OK，好，下面啊，任意球现在是在罚球区的靠侧面一点，那么这个时候。配合的可能性比较小啊，也可能怎么样？直接射门的可能性比较小。这个时候，
传中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进攻队员要分身到各个点去啊，前点罚球点的点，然后怎么样，球门区前点啊，都要有人站位，包括罚球弧这个点。防守队员啊，这个时候至少有两名啊做人墙，其他的队员要盯住你的人啊，守门员注意力要集中，控制好球门啊。下面啊，第一个球传出来以后啊，去争抢这个点啊，好，注意力集中，开始。好球 ，OK。下面我们把前场任意球进攻在比赛当中的应用，我们演示一遍啊。下面前锋拿球啊，倒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个局面我们等会会发生啊。好，停。OK， 哎，怎么站呢？哎，守门员，前锋，前锋，后卫，来来来，人墙，人墙，人墙，先回来站，哎，回来站人墙，对。你往里边靠点，你看这个时候前锋比较多，你要保护到整个啊，整个怎么样？场面你要负责中间这一块啊，把人放在眼里边。好，来往后退。好，哎，怎么挡人墙？你们三个人来过来，一个人站一个点，哎，进攻啊。可以挡住，哎，你往哪站？准备包门啊！准备包门，对，往那边拉开一点，对。记着啊，你们挡完人墙以后要注意防守啊，听没有？守门员，守门员，注意力集中。你往中间靠点，你看没有？防中间那个人，防守队员，哎，对，两个人兼顾，但是要防中间那个人。好，对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 ，OK，OK， 啊，守门员啊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回位。回位，回位，往前压一点，往前压一点，往前压一点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摄像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好，第二次啊，第二次。对。来，拿球。嗯，压出去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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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